角落生物一张抽抽乐 ，Action！ 好嘞，我是阿娇，我是林，我是林。好，那今天我们要做的是角落生物一张抽抽乐。好，那我们总共呢在瑞芳的家康诊所旁边买文具店买到的角落生物一张。嗯，好可爱。它总共，要是全部起的话，有十种。然后呢，这次的奖品共有角落生物便利贴，总共有六个。然后呢，全年的蔬菜娃娃玩偶。五个弹珠四包，橡皮擦两颗，然后呢，铅笔四支，沙画三张，角落生物印章十个，然后角落生物边贴亮亮的边边贴纸，总共有四个亮亮的边边贴纸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做吧，对吧？来。来，爸爸呢有话要说。我们这次要防止作弊，爸爸要把这个洞呢封起来，让你不能再作弊去偷看，懂不懂？用胶带把它粘起来，好不好？还是你们还要再偷看？没有，反正我每天都会忘记。不是，是你们会去偷看里面有什么？我要偷看。给你们，然后。爸爸粘一次给他，就是这边粘起来，这边粘起来。可是这样浇水的话会滑滑的，这样就粘不上去了。它是在底部。好，你们要帮忙弄吗？好，我以为偷看。对，快。可是有时候纸会飘到旁边，那就看不到，有可能是弹珠滚过去了。妹妹。帮忙贴，因为偷看以后你们就会那个。好了，我看到什么东西就抽，好不好？就封起来就好了，这样比较有趣，不然每次都在偷看，还在自己选礼物。妹妹封起来好不好？好吧，我也没有那么想封。我要一根奶。好，我等一下慢慢吃给你。不要看是什么东西，这样比较有趣，知不知道？看是什么东西比较有趣啊？妹妹对不对？那抽这样才有惊喜感啊！对啊，大家都知道说啊是沙画，然后就抽出来就不开心了。对对对对对，你妹妹很懂事，对不对？哥这样也会害我们不开心。给姐姐带给我。好，都有了哈。这样子就可以，就不会粘到胶水。我们现在放礼物了，爸爸呢？爸爸先跟你们讲，这个是。如果抽中五的就没有不能抽这个，爸爸会把它放在这两排，懂不懂？抽到十，二十的倍数是大的嘛？可是这样不知道是哪一排，然后会不会突然还以为这一排是这一排，然后就抽下去？不会，我们会注明。为什么会注明？对不对？十。为什么都一样？三十、五十、七十、九十、一百一、一百三、一百五。170、190、210、230，还有两个210、230的话，反正就是十的倍数单号。妹妹听我讲，十的倍数单号的就可以抽这个，好不好？210、230。不用，就是如果这边都抽完了十的话，就来抽这个。你抽到十的倍数，可以选择这边，好不好？好。可是哪
边才能分配出来呀、啊？爸爸会分啊，爸爸会分，来。会画记号，开始。嗯。会画蛋蛋啊、哦。嗯，对，来，礼物放进去。这有四支铅笔，这是四支铅笔的。哎，你看沙画跟铅笔都给我。好，直接让我拿。铅笔先收起来，跟沙画收起来。而且也会不知道顺序啊！来拿去，放进去。放弃了，可是我想要摆手机。赶快放了放了。刚开始没多久而已。这个贴纸是我的，这贴纸是我的。贴纸我想要在这角落一张。对，这贴纸是我的。来，没关系，就放。来，四个弹珠放进去。这个弹珠配小的。这里有个奖品。来，弹珠配小的。这个。嗯，好，这个大的好。这个。对啊，这是单独一个。好哈。小趣老板不让大的和。那个弹珠，好了，这是我们新的包装纸。好啦，还没热，等一下。来，别这样推。我这次我是还没开。哇。哎，这，卫生纸。What? Notes.3, 2, 1, 2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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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, 2, 1
那里一定要有加水，一直加水。他不要跟贴纸换，就跟其他人换吗？好，来，那你放到中间吗？好，下去。但是可以颠倒吗？来啊，走开啊！喵！啊，脚手！好，快点粘一粘，快吃饭。是谁？好，可以。还记得哪边是印章的吗？知道。这边是印章。我们印章要写号码，还是说抽到十，单数十的话就可以抽这里？这里都写蛋蛋。来，这支笔给我。这是几个？对，
我们画圈圈就好吗？还是画圈圈？不要画到猫吗？还是画到猫也没关系？不要画到，不要画到猫。这样一横一横，这样就好了。不要画到猫哦。这些都是抽到单位数。不要画了，你画的太随便。单位数十的话都可以抽，你有画的比较好嘛？好。因为你会画，你都差一点画到猫、欸。来。记起来了，喷口水给我嘞。没注意哦，要是喷的话都会往前喷的。ending了吗？快点 ending 了。不要打一下掌声，再见，拜拜。